早晨。几点啊？仲早晨？咩味咧？味道有啲复杂，应该系麻辣火锅、肥牛、响铃、金菇、芝士肠。啊，唔系，系午餐肉，仲有三棵娃娃菜、酸梅汤。哼，同事，你放屁啊？麻辣火锅啊？哼，我认为咧吓，喺升降机内放屁咧系不恰当嘅。本人对此深表遗憾。